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越安越好，否则我把嗓子都喊破了，你们也听不见啊。好，咱们今天跟那个叫什么拳击比赛一样，哇就行了。好，因为刚才已经有很多人问问题啊，首先一定要安静，否则我的嗓子都已经不灵了。你看我们拍的这个地方呢有三条筋啊，中间的这条呢是心包筋，跟心脏是连着的，这条筋呢是心筋，上面这条是肺筋，是这样的。也就是他这一拍下来，三条筋通通都，而且他的心脏病问都不用问，很严重啊。你自己知道你有心脏病吗？他说他不知道，看见了吗？但是检查呢，医生说你这个心电图啊不正常啊。我是叫那个专家的检查，我去年到美国去叫心脏专家的检查。他说呢，你那么年纪呢，你的心脏现在看来还可以，还没有就没有很大的问题，就这么个意思。我把你好，您接着说，一边说我一边照。哇，好有型啊，吴叔，笑下。我想再叫你们趁这个机会讲两句话。哎，大家安静安静。哎，安静安静。我是一个不是全心来学啪打的，因为过去受的影响太多了。我79岁今年了，哇！我从美国带我的太太回来这里呢，是因为在美国跟她医这个脚啊，脚痛，医疗很多医生进了医院做过手术，也打过针，也到那个美国那个物理治疗室去医。搞来搞去呢，每一个医生检查跟鉴定的结果都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是职业病啦，有时候风湿啦，有时候是这个高积啊，高积啦，有的说是他是这个骨膜破损啦，有时候是什么是这个骨质疏松啦，每一个医生讲的都不一样，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把我太太的脚治好，进了医院给他开几个洞。给他洗，没有办法搞啊！啊，给他打针，200多块钱一个美金，一支针打，打下来结果怎么样呢？打那个针呢，打的两边都一脸起了一个包包，那个药打到这里呢，根本都没有办法上去。结果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讲了两个大大的，肉不像肉，疮不像疮的，要两个泡泡在这里。那么就是这十几年的害得我要命，我没办法在美国没办法，我要把他带了回来。我想西医根本没办法都治好，我希望带回来这里呢就能够接近中医啊，希望能够有希望找一条路出来给他治好他。结果回来怎么样呢？跌打医生也看了，朋友介绍到那个肖林志啊，看那个大师啊，给他搞药啊，搞针灸也看了，也看到好多好多医生回来这里看的，都是中国的或者是土医生，那么就都没有办法把它搞好。7年11月份，我就已经走投无路了，我说没办法医了。他去找的这个游水这个游泳这个朋友就介绍他，马来西亚有一个什么医生来的，很好很好。给他一看，他说你这个没有得救，没得救了，是这样不要医了，也不收了钱，也不要救，不给他上药。我说呀，我老婆太太没办法，我治了十几年中医西医土医生洋医生什么东西医生都见过了，没办法给他治好，没什么办法呢。那么一直到7年11月份呢，我的女婿他是今天到处跑的啊，也不知道他怎么认识的一个广州一个打这个用这个拳击打拳的拳击这个一个师傅，他说他呢用啪打的办法呢是能够治好的。一年多以前他给我讲了，我不相信，不相信就能够好。但是我叫他来给我太太治病，我没有表态，结果他没有太太来。一直搞到今年7年11月，已经一年多了，他就把那个医生带了，把那个拳击师啊就带了到香港来，
带上门来给他打。那他说我女婿有办法，带了上门以后呢，给他打了，打了以后呢就打了好多这个毒啊，这个都出来了。那么十几年的脚痛呢，就打了那么他打了一次，后来我带到广州再打一次，他就基本上是不痛。每次打多长时间？每一次他打的时间不长，他打得很用力，一打呢打得起来啊，这个比我这里那更严重了，就是一球一球的，一条一条的，这个东西都搞上来，那可太大了。这个来说呢，我就开始接触到喝的这个东西来说呢，就说是能够把他的病治好，我开始就有这么个认识。但是有一几十年来啊，就刚才医生这个李老师啊肖老师说的啊，受那个主流西医这个影响啊，形成了一种什么奇观呢？有病看医生了，去打针了，去拿药了，形成一种这样的习惯。我就给这个西医骗了我几十年，就是这样的事儿。我是挤了油片嘛，那孩子，我要叫孩子叫一有病看医生了。现在这个怎么办呢？现在最近他前几天呢，就是因为中风，左边脚呢这边呢麻痹了，麻木了，到医院去检查来检查去，是轻微中风住院。我说有什么药吗？没有药。能治好吗？他说没有办法了，那以后就是就是麻痹，就是麻痹了，就是这样。我就没有路好走了，是不是？啊，我说我跟那女儿说我怎么办呢？我说给他打，他怎么说呢？看医生，他叫我看多看那个医生，看什么医生？看他的那个家庭医生，是西医。我说那看来看去还不是那个样子，那没有办法，他们没有药，他没有办法医。所以我昨天呢才跟他吵架。找什么家呢？那女儿来说呢，叫我看西医。我说我都没有信心，我看什么西医？后来我就今天听你一讲啊，我就给他骗了那么几十年，我骗孩子也骗了几十年。现在孩子的生活习惯、医疗这个保健习惯，要是有时候看医生，有时候看医生，就是那样的。所以我想的首先呢，这个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脚呢？现在我听了第一堂课，我心里想，就是首先你要信，有信心，不要怀疑，不要害怕。要是怀疑害怕呢，就没办法了。去年他的这个脚搞好了，本来我是应该有信心，我就是买这个哪个这个灯回来了，我就给他打了，我要看你的书，什么病啊，怎么打。我要看我就给他做了，但是呢一看他那个脚麻痹了，他这个医师一说那是脑里头啊，这个右脑有问题，右脑神经有问题，那就这个脚就麻痹。那我怎么打呢？拿这个头来打吗？行吗？行，我心里就怀疑，你说行就行。拿这里打吗？行吗？我现在怀疑，我输了院十天了，我不敢给他打这个地方。后来我看了看去没有办法，是吧？看书，有看的时候叫老师这个书看了以后呢，就说有一个病例，他说这个麻痹，有个肌肉麻痹了，说打完了以后呢，他就好了。我前天呢才出院十天，前天我才给他打，就是我早打几天可能他好了，前天打了，昨天呢他就说哎呀，痛了。就感到这个皮肤痛了，我说痛就好了。你麻了，麻了，这是没有办法了，是不是？现在痛就好了。我说今年我这样打呢，很爽。哇！现在轻了，努力，还有缘啊！我打了这一天以后，昨天呢，因为那个大厦呀，就收了电器啊，就把这个店关了。昨天呢，他有一个阿婆们呢去看这个眼科的。看医院的，民安医院的，没有办法了，这个电梯没有电的，没有下来了。我住了29楼，我说没办法，那你就跑路吧。打了以后呢，第二天他就叫他从29楼走楼梯走下来。你们想一想啊，他这么六年了，他这么六年他不敢上楼梯，上下楼梯呢，要我把这个这样搀着他。